主料：鸡腿500克，华子菇100克，辅料：冰糖30克，葱、姜、八角10克，香叶5克，酱油一勺，盐3克，干辣椒5克，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要选鸡大腿，这样肉就比较嫩。把整只的鸡大腿分割成小块，提前泡发华子菇、鸡腿冷水下锅焯水后，用凉水冲洗干净。锅中放少量的油，爆香大料、香叶、干辣椒，放入鸡肉翻炒至变色捞出。锅中留底油，加入冰糖，小火熬至冰糖冒泡，再下入鸡块上色，加入酱油葱姜翻炒，下入华子菇继续翻炒，加水至没过鸡块，水开转小火至汤汁浓缩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华子菇要多洗几遍，熬至糖色要用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